好山好水，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重视一个地方。我们可以了解到，就是在去年11月，我们必须虚心的承认，那次选举国民党是并不是很成功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张主委以及跟所有在地乡亲密切的合作，我们希望不止我们要把党的向心力凝聚起来，党员在这次中间能够积极的协助选战，我们要把所有中国国民党认同理念甚至过去的朋友全部一起找回来，共同为我们的国家，为我们的社会，为花莲这个地方共同来打拼。这是张主委很重要的一个使命。我期待能够飘扬国民党的胜利旗帜，让总统跟立委的选举能够在1月16能够飘扬。因此我用这三个扬：昂扬、敞扬跟飘扬，来跟各位共同勉励，希望这三个扬能够发扬，能够让大家扬眉吐气，也能让家家户户洋洋得意。这是我在这边跟各位来共同祈愿。